你这是去送死，要死也是你让我去送死的。你别闹了，你不能去。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，我现在说了，你不能去。朱颜要打开戒碑，我必须去。你以为你的易容天衣无缝，无所不能吗？是。 去告诉阿兰朵，今夜来我房中，解毒。记住我们的计划，明日一定要赶在赤八之前找到教主。 恭喜大人，不枉费我们试了这么多次，喝下这黑神药酒，您的奇功倍增，明日跳夜劫绝不会有任何的差池了。再派些人盯着圣女，别再让她惹出什么麻烦。是。 如此秘术，傻子才不用呢！待明日解决了柔川，我定将他祭了黑蛇。明晚隐月仪式过后，戒杯暗门一开，向那柔川，他插翅也难逃啊！<笑>柔川这个废物，身居教主一职却毫无作为，只会一味避让。 早该被扔进跳跃崖下，向历代教主谢罪了。大人说的是，只盼明日事成，大人早登教主之位，待我等恢复旧制，壮大我血翼神教。 郎中，找我何事啊？明日便是跳跃节，圣女余毒未清，我不放心。郎中果然是一诺千金。
阿燕，走吧，接你回去。我曾问他和郎中是什么关系，他告诉我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是吗？依我看，郎中恐怕并不这么想。是，我喜欢他。喜欢吗？嗯。哎。嗯。你知道小兔星吗？怎么会有叫小兔的星星？我逗你的，看你心情不好。我没有。我之前就想问你，西兰星夜，到底是左京慈想要，还是你要？我要。那为何不一开始就告诉我？对不起啊，阿燕。为了给你师父。嗯。明天千万记住，打不过赤八，立刻就跑。你把刀给我了，那你用什么呀？这种刀，驼师傅那儿多的是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？我讲义气啊。对了，驼师傅是什么人啊？他怎么知道戒备在哪儿？如果驼师傅真的是教主的话，是不是驼师傅就是你的母亲啊？你知道小猫星吗？我不会让你出事的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出事。嗯。